行下宜家好随便 display 马桶大小便。宜家家私梳化床系列，好坐好瞓。可能系噶，不过麻烦你俾钱先。事关台湾高雄嘅宜家，串包冻晒牌咁话，要坐要瞓翻屋企，味道唔系你屋企。不过网民就撑多过弹，棉是自己掉的。学咪咪姐话斋，乜嘢都咁随便，点会有人俾面啊 ？IKEA 经理就解释，实情系有唔少顾客投诉。假期有太多人斋坐唔买，阻住晒做生意先咁做啊！有前员工仲爆料，有人试过喺 display 嘅马桶大小便，咁啊，下次使唔使咁样对佢哋先？